那其实这个机器人我觉得是陪伴每一个人从小长大的。那我们也很希望，虽然品牌感觉上是25年了，好像有到了一个年龄了，可是这个品牌呢，其实它是永远有未来感，然后有赤子之心，永远是可爱的。这个机器人啊，我们整个公司设计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。那我们在这个机器人的任何细节我们都有注意到，就是让它是双面的，然后这边可以放大家心爱的任何的卡啦。我们会选择吊饰，就是因为它可以挂在你任何你的心爱的包包上面。那你也可以在用自己的创意去帮它加，不管是项链啦、戴手环啦，它也变成你的一个身上饰。